水瓶座，豌豆粉，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来一份豌豆粉吧。双鱼座，鲜花饼，用玫瑰花或茉莉花调和糖蜜做酱的鲜花饼，恰好能满足双鱼的审美需要。白羊座，越南小卷粉，对白羊来说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简单明快的更好，特别是美食。金牛座，过桥米线，米线和香气扑鼻的汤一起，温柔的熨贴金牛的胃和心灵。双子座，烧饵块，外表很冷静，里面却异常丰富，而且还充满着新鲜感。巨蟹座，熏煨火腿，外表坚硬，内心十分柔软，味道鲜美，吃起来咸中带甜。狮子座，昭通小肉串，大部分全是肉，吃到扶墙。性格豪爽的狮子座肯定会拍手称快。处女座，调高藕粉，尝一口如同在桂香里置身荷塘殿下的绝美体验，并会让处女座感慨万千。天秤座，汽锅鸡，对于喜欢高品质生活的天秤座来说，汽锅鸡无疑是他们最钟情的选择。天蝎座，沾意辣子鸡，对于最神秘又爱憎分明的天蝎来说，太普通的食物他们根本不感兴趣。射手座，紫米包饱饭，味香微甜，沾而不腻，非常适合总保持着好心情的射手座。摩羯座，牦牛肉火锅，性格温厚有耐心又懂得生活的摩羯，往往会以食补的方式滋养身体。更多星座解读加微信 BD7522 玩转星座。